镇嘛，跟平常传统乡镇有什么不一样的？我们不晓得，其实在传统的这三年就这个其实镇哈，那因为这几年我们那个以前都是在我们庙口了，或者是在地方上表演，那为了增加它的一些的那个强度，所以我们加了鼓，还有加了响刀，还有一些进去哈，这个整个强度吧呢，希望把镇头文化提升到文化一镇，啊，让这个能够一直传续下去，是非常好。接下来的秀峰也会为我们带来非常精彩的表演，非常马上。